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更感谢你们。好，今天是5月12号，来玩我们的 Cave Star。这边一个游戏公告啦，违反营运策略账号停用通知。好，有兴趣可以看一下，蛮多人，蛮多号的，蛮多号被封了，但是是30天跟7天。那下面的留言蛮有趣的，有兴趣可以自己看一下。好，那。这边是现在的时间，这一期一样要来玩那个 BS 这几只角色，那用我们那个工会成员蛇在微笑的号打一下那个队伍接力挑战。那我想要来挑战1队500人，我上次的组合 是大概长这样嘛，上次推荐是这样，就是机师配上两个持续爆破，然后都是攻击型和肉加，然后三个都有电击伤害，这样大概可以打400多人。那我那时候就说，如果卡片调整一下，应该有机会500M 啦。好，那我这一期要来挑战用 BS 队伍打打看。那 BS 队伍的话，他没有持续爆破，然后电击伤害只有机师，好，缺点是这样。那如果你要让他全部都吃到的话，要么就是用古力查理路当队长嘛，好，攻击力加60%吧。然后要么就是。大蛇当队长，哦，大蛇当队长有回气，哦，有一个回能量。那这边的话比较不推荐用路卡尔了，因为路卡尔黄蓝属性被他克，除非你的组合够暴力，可以很快把他打死。那如果你跟他拖到后期的话，路卡尔被他克，有可能被他带走。我那一个冲过来干嘛的？路卡就不到一半的血，被弄了几次就死了。虽然说路卡尔他可以放奥义回血嘛，但是变成说你可能要注意，多注意他，要一直手动控制他。我刚好尝试用了一下啦，就是我一开始是大概是这样的组合吧。依照那个秒数，如果都没有死掉的话，我应该是可以打出500M。然后就放弃。用鼓励吧，鼓励有克他嘛，黄属性。然后大概是这样吧。那卡片的部分我基本上没什么动啊，我就把他原本这个用那个，他原本是用大盾套，我就把他换这个，换这次的套卡，哦，黑暗都市。然后属性卡我就不动了。然后鼓励的话我没有动。然后机师的话。原本他是用那个打起精神，打起精神的话是拿来打那个工会战嘛。我看他打起精神，然后现在抽出3套是不是啊？这边1套嘛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2套了，抽到2套了。因为我看他红宝石好像有少一些，应该是有又抽了吧。他想要挑战那个工会讨伐战吧。这个有差、啊，这个轮替下来加攻击力嘛，哦，攻击力追加15%，并补充能量槽10%。但是我们现在这个队伍接力的话，基本上应该用不到。好，那属性卡我也不动，所以说我就动了这个套卡。那这一只的话，我也没动。那这边有一个小知识，冷知识，好，分享给大家。你们看这个 F， 这个 F 绿色表示说你的套卡都有装满。那如果是黄色，代表你有缺肉，所以这个有缺肉，好，就少一张，所以它就显示 F 是黄色的。那如果你的角色都没有用的话，是红色的。我顺便找一只哦，比如说这只。好，变成红色的 F， 这样大家在看的时候就会比较好注意到你的卡片到底有没有装好，就可以再去微调一下。有时候会漏装嘛，因为你拔来拔去。那这边的话，换队伍的话，你现在还没有说第一队、第二队可以这样互拉，你只有一个一个拉，没有办法，目前只能这样。
不像那个正面的战场，正面战场以前也不能拉嘛，然后后来某次改版就可以拉，它有优化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以前不能这样拉哦，一开始出来的时候不能拉，我就觉得很不能不习惯吧，因为这个有属性克制啊，你应该会想要换啊，变成说每次都要进去这样改一下位置，有点麻烦。好，反正就可以这样换、啊，就蓝色嘛，红绿黄紫蓝嘛，有没有紫色？没有紫色，啊，没有紫色你就不要被他克啊，大概是这样吧。这边的话，他每天有打、哦。我正面战场我基本不打，因为我不缺胶囊啦。好，那就来吧。不一定能500元，不一定能500元，因为主要是卡片还没有调整好。反正就试着大家看嘛，打400多元也是打给大家看啦。哦，别人说这个组合就是不能晕眩它嘛，因为我没有持续爆破，持续爆破就这两只。所以说还是有差的，然后属性卡我也没有去调，像雪鲁密电击卡什么的之类的，你越早 跌到50层的话，它越痛嘛。持续爆破可以扣防啊，没有，好，就用这个纯暴力队。那队长的话有回气，首领格斗家哦有回气20%这样子，那我们就试试看吧。来吧，试试看这组怎么样。古力的奥义很短啦、啊，所以其实古力不太适合打这个。好，哇，大蛇比我还快，你太快了吧！我这没办法，太短了，太短了，只有两三秒而已，所以没办法拖时间。不会换角色，是我要控那个奥义的那个，不要让他方便剑。哦，我换角色的目的是这样，不是欧玛汉啊，欧玛汉技能的话也可以啊，就是。哇，你看大蛇不受控制，我、哦、大蛇回去算快、欸。时间上应该 OK 吧，只是我怕那个 BOSS 越来越痛啊，撑不住，怕。分辨率超短的，哇，大蛇给我奥义，不要这样嘛。哦，有点辛苦。好，还有十几秒。
古力爆一下气，应该打比较痛吧？古力，我们就古力爆气，打他一波。打不要，好百 M 了，还算轻松吧？还算轻松。古力虽然他奥义时间比较短，但是他真的比较暴力。他应该是目前这几只打这种 BOSS 最暴力的吧。但是他打那些小兵啊就不好用，因为他两个投掷技。哦，今天那个时间竞速有他嘛，我用了一下不好用。好，那这个组合是可以 500M 的，没有问题，还颇为轻松的，颇为轻松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竞速，时间竞速的话，今天有鼓励，但是我觉得不好用。好、哦，他打几秒？也是一分二十秒，要拼一点吧。我看一下大家的组合，大部分应该是用那个这只吧，贵小太郎吧。我觉得是靠贵小太郎，就是队长用这个。铁拳的这个林小雨好像是 60% 吧，还是 65%？ 我 65%， 60% 啦 ，HP 65% 以上，攻击力 60%。 然后让那个桂小太郎吃吧，因为桂小太郎有三气啊，应该是靠他吧。他鼓励，我就觉得他好像可能 BOSS 战有用，平时在清小兵的时候他不好清。我今天只有玩一场啊，我的感觉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也还没打，我自己待会来打一下。就照搬人家的组合来试试看。好，那这一期就这样吧，好吧，好用 ，BS 真的好用。那时间上还有七天，我还有七天，然后这个南城异变剩不到一天啦、啊。你们明天看到影片的时候，这边已经不到一天了嘛，就要结束了。那你该换的、该打的就打一打，然后该累积的那个硬币就赶快。累积一下，好，这样才可以多换一点嘛，因为这边还会延长七天嘛。你想换什么就赶快算一算，你要多少硬币？然后这边有26000，应该够啦，可以换这个吧。好的，那这一期就先这样喽。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看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